我是天使粉担当的五虾米粉，大家可以叫我粉酱，嗨，谢喽，粉酱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深海蓝的小玉，大家可以叫我 Eki， 嗨，谢喽 ，Eki， 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蜜柑橘担当的林香，大家可以叫我林卡，嗨，谢喽，林卡。大家好，我是薄荷绿的 Yulia， 嗨，谢喽 ，Yulia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单子色的猫咪 Nico 呢，还谁呢 ？Nico 呢？谢谢大家。哦，谢谢。那我们马上就要带来我们的下一首歌。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活动，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嗨到最后哦，耶！The boys. Yeah.
シモのマシモだよ。私が帰り道グリズリーに襲われたら、あなたならどうする？マシモのマシモ、あなたならどうする？接下来呢，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活动宣传时间。那接下来，我们俩最快的活动是二月六号在台南文创园区的切冰岛。有空的可以来看看。没有错，跟着我们一起到台南。嗨，那么二月七号的中午在九点领域工作室有猫音的特点会，就是之前圣诞服的服装的特点会这样子，那有空的也可以来看一下下。那再来的活动是二月二十号在华阳空间，是我们人鱼的三周年公演，喂，希望可以到时候到大家一起同乐哦。好耶。那好的，等等用什么的最后一首歌喽。Ha ha ha。
那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嗨到最后哦。没错，不管你们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もうエリア行くぞ。拜拜。